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议员陈伟杰，在此恭祝大家猪年行大运，诸事大吉，新年快乐。去年感谢大家给伟杰机会可以高票当选新北市议员，从当选的那一刻开始也是责任的开始，所以伟杰的团队每天都是战战兢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乡亲好朋友过更好的日子，能够安居乐业。所以伟杰每天现在都在处理很多乡亲们所交办的一些事情。最近伟杰也利用了临时会的时间咨询我们侯友宜市长，也希望可以缩短我们新北的时间，原来是15分钟一班，那也得到市长的承诺，改为12分钟一班，加入了第八列车。那未来也会视情况再做时间的一个调整。那很多民众跟伟杰反映，我们轻轨的站体遮蔽不足，排水不良，伟杰也安排了会刊来解决这些问题，加强排水，加强遮蔽，来提高我们民众搭乘的意愿。当然，最后也是最近我也邀集了中央的公路总局来研究如何开通我们这个淡金路左转滨海路的一个问题，也得到中央的一个承诺，愿意来协助来开通，让我们的居民的回家可以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快速，缩短更多的时间。很多乡亲跟伟杰说，淡水有你真的不一样。其实伟杰只是希望可以更用心、更努力来解决乡亲所交付的每一件事情。伟杰希望未来我们的淡水的生活可以好一点，交通可以更加便利一点，新市镇的发展可以快一点，各项的生活机能可以更优化一点，让我们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安居乐业的环境，让我们淡水北岸地区可以更加的朝在地的就业、就学、就养的一个愿景来前进。所以呢，未来我们继续会持续来努力，也希望我们的乡亲好朋友继续支持伟杰，鼓励伟杰。最后再次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恭喜发财，谢谢大家。